书接上回，继续说这一段冰山的事。上回知道韩江关先办西事后办丧事，那么程咬金来一个两重门，可就没马血溅韩江关，凡事父子死这个事儿到处去了。薛贵不知道金山子山给你压着不知道，要赶头了，大伙吃完喜酒，薛公山来入房一看，这个白梨花一身素衣，你在洗面，把事儿都就不动。那君山贵的女强，绝对的是女追男，被追的一方就有优越感。你要是男的主动追这女的，这女的就有优越感，就是这么回事。你按老百姓讲话，上赶不是买卖，饶了你上赶追我，追到手了，我也是逆反赶结婚了，怎么连做模样都没有啊？稀奇疏疏这生活的地步啊，怎么在之后还有人说？你这人家那么巧，在哪结婚呢？我大伯头赶到后面一瞧，有一个棺材，三口白肠棺材一上漆有点银子，里边装殿的是他的父兄，那么樊东樊虎这俩媳妇，也就是樊花这俩嫂子，哭得气得疯疯。薛丁山来一问，两人跟他把这以往一说一说，关键提到一个问题，薛丁山受不了。第一，就是跟白虎关的杨凡他俩是亲戚；另外，有违父命，杀父弑兄，盗卖高官，而且现在是先办喜事，后办丧事。出人伦被常理，这不是为人儿女所能做得出来的。金山这就叫盛怒之下，也没加分析。听完了这两个女的说这个话，那一定过火，火到给人们又过往前走。到洞房这儿，推着门进来，樊梨花站起，跟前两人打一对眼儿。樊梨花心里头慌，您琢磨琢磨，大哥哥们都死了，哪有心思嫁人？再去金山，这会儿也没有这个心思。去金山进来，不是好言安慰。反而是这么一个态度，自己更委屈。瞧着薛丁山出去就这么好，但是没有继续要归我。更何况樊梨花那真让别人瞧见，人家有的说。结婚不让到洞房，洞房当中没有一点喜庆的色彩，新媳妇穿成这样，俩也不分头似的。让人拿话一问就得问住，等于就藏到屋子里都不敢出去。那么今天这一回来呢，樊梨花很急，金山，你做什么去了？你干嘛去了？他也没防备，薛丁山盛怒之下，可也就把三拿三放的事儿全忘了。他打不过樊梨花，但是这会儿大难自己发挥作用，也不知打哪
来的这个邪念，二不好是跟我一样有，他也一样。这樊梨花来大火了，看着俩老婆呀，没出息。跟您各位说，老帅呢，已经结了婚了，咱们结了，你对媳妇好点，没结婚你能有主意？跟媳妇有好的没出，别拿媳妇，您拿我来说，我就从头来。我们家有家啊，没用。你俩我跟你吵架，吵到关键地方，我就吃一家中国人对。这家人没有含糊，当面都害怕。还得害怕你跟我胡乱，这都是你的。那哪行啊？你摇的樊梨花有马的，那薛丁山得的什么地儿？樊梨花有没房子？这个什么？啊，人没法，樊梨花啊，这个地方爱的嘛，不如你家这人就出去了。可人也怕人，脸也肿了，鞋也打的呀。樊梨花不明所以啊。就有意捂自己的脸，薛丁山，这是你忙啊，两口子，你硬喝不明不白，不冤不路的打我呀！薛丁山已经逮着话头了啊，不明不白，对了，我打就打你这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好意思啊！这里边一翻身，樊梨花气人，先气得官儿心色浑身颤抖，顺脚往下打铁，用手一指薛丁山，住口！你说什么？不明不白不清不楚，你骂我这一副，这是你随便能张得开嘴吗？那也有两口子道，心呢不过不走近，不过呼吸。小两口开玩笑后，我叫做东西不能做一官儿，不骂不说。樊梨花说话对，我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直到您张嘴这么骂，张口就骂，举手就打，是何道理？薛丁山，你得说难以启齿，樊梨花，你说什么？你办了大军的事儿还问我，显得也就像我和让我给你说，你行得出来，我可说不出口。你呀，甭活了，不是你原对方成亲，你是我媳妇儿，那你就得死多少，我生死不能要你的样，不贞不洁之女。黄婆婆，你身上有他的力量。大哥铁公婆，宝剑出匣，把这棉袄链拿出来。这宝剑可也不是樊梨花，也不是薛丁山，在屋子里挂着是干柴的。因为二位从上府，这个路忙里挂把宝剑都不新鲜。宝剑出匣，二子加剑于下剑身，咬牙切齿，二目喷火。樊梨花。你还想活？等见就出，一家口这脑袋发一下过来，这样就骂不了。你骂你哪两事儿？把话说清楚。先打我这脑，我死不明不白啊！他手里有家，我樊梨花手里没家吗？是下发如失速，或者藏头躲人一箭。薛丁山两丈的手持利器，一剑换一剑，一剑换一剑，在这屋子里头，就忙着都遇到俩人，分头马上就一转打起来。百忙当中，樊梨花一下腰把这五字儿抄起来，我看看，五字儿也给逼了，把灯架子抄起来，举过两下，看看灯架子
下面一块抓来一块，屋子里噼里咕噜的地上爬，外国人听见把这花母出事，把这花母哭也不好好哭，你别看鸡流眼泪，这爷们儿不走，没错，薛丁山不少啊，薛丁山一口一个银娃，一口一大布，不卖。这保健说给金先生，把这花母死，也就把这花母没干，关一关的女的娃也死了。外大伙一听，屋子里头。这个是咔咔，现在是我的游戏。哈哈哈哈哈！两口子都压住马对不对？两个人都防花烛，临睡要钱，是不是？锻炼身体。有的就是晚上，哎，吃完晚饭还有活动活动。人家这没工作的，你也就是转个呼啦圈，是不是？这两回马就不好好睡觉了。那有工作俩人要开招，俩人要互相对招，这是一个互相切磋、共同提高的意思。大伙回去说，一会儿上那骂街了，窗户也拽，有人可从那儿瞧见了，见来见去，寒光闪闪，都冻僵了，怪，打起来，打起来，打起来。街坊打架，拉根儿就能算。男的叫男的，女的叫女的。你拉谁呀？干什么？好，这个男的，刚才说话，你看这男的，哎，别说话，因为你小时候他在拉拉一圈，是不是？那三位大伙也是头啊，我又不是大伙，三位上下打脸的，回来还得当面脸的。你要不做，一定就一大伙。尤其这样的话，他里边会有水电，那他就不会了。别人不疼的，你也疼的。别说话，走了走，上楼，上楼跟我喝点。哎，这是要女的，这样的女的，什么大姐大要你这个，我上楼看老好了。您这样的，大哥您也不对，哪有女的这样？您是上班的，您早在家努力嘛。一家子上上下下，老老少少，你怎么搞的行吗？你整天说这低头盖脸，低头盖脸，低头盖脸，干啥呀？别把你单位的厂拿回家来，别整这么伟大的大公司，我还是自己哥儿跟我交流。那你这样拿个玩笑不行吗？要不，现在这女的拉呢，要不也不老不错，办好在老厂的。大哥，您别说话，跟那娘们算不上。赶紧搬这院，我就从你这娘们不中。干嘛呀？大哥在那儿，大哥在这里头，这个大哥回去还得给你扛呀，你弄什么呀？你不就给大哥送女儿吗？谁不会？老大哥还免费。
新兴三十二十块，他敢说我儿子是常病，还你爸的脾气，俺家官他都不敢进去，人家大人个个都贪财，何况我呢？人命到这样手手里不叫回事，就今天这点大脾气这下怎么来？就凭你的体能呗，心里一伸手，第二位谁进去那你要说不了。还有礼仪不够，结婚这么麻烦了，现在对方不娶呢，我们当谁呢？两口子坐一起上去了，怎么自己跟自己麻烦呢？别到这旁边打架，咔咔围着人坐，把都看乱，谁也不敢出去转了，光在外边喊。别打他，我也是干什么找我了？其实在一块儿什么都能，你知道是怎么的？可人一说别管用，金星三不骂你道理，谢金山打点出家，老师管你严，大舅管管。哎，两口子不珍惜，不骂两句，人一多不能够发声。张嘴骂他，这会儿养的后头俩有钱人，哪里跑过来往学人家招呼？完了花一瞧，这么些人瞧了还用跑？你打量的不要我看呀！我先把你尿躺着，我再问你兜里放什么东西。把你花不躲了，招呼上，真用跑啊！今天还不成，俩人一把呀。外边人一多，有人就报告程咬金，程咬金在干嘛？当时干嘛呢？正给窦玉做思想工作，因为窦玉不大，打青云山有一堵墙，窦玉有一口有一出，人一堵下不去，山寨场面儿转了往下走，谁来盖太监？不吃再吃有饭还成了牙了，就变成老牙了，喝酒牙水都吃牙，生意都不甜，看人嫌弃就不准吃有黄的鸡鸟，没吃鸡鸟不靠谱了，那么有品的就懂什么大大让做上的运气，你看新疆的路房，你想把程咬金命归了算了。对，这是你把东西都要坏，我也有很多那个好孩子，我们逃过来，你看我们逃过来，我来打老婆你看，我没有父母之日，你天天打老婆，五百之事，一二三。天山大了，我这今天缺人会啊，缺你三五，我半个都没有，哪怕来一名儿，先让我搬回去。来什么时候回中原再办事儿？这把名字听起来，你领七个带带儿三个往后拖，你打量的更厉害，我不问你这老君之地啊，我不急问。你们不说我也是。樊梨花为什么从下一场团队要养金山的？就跟没人养团的，他还准。那你啊，正是那樊准，要问你那叫韩准。对，我不是主张韩准，养活不好我们心里面。你外貌是军人，你就是外貌军人。这道理啊，你最不厉害，你还提着老弟儿，你要真的不要？我只能说，我直接我要提人脉，我干脆还是这句话，逃不逃？不逃啊！这大唐朝我还不跑了，我跟你聊不起。喂。嗯哼，这话说的，大喜的日子，别也说话，别跟我样儿啊！我看你别把娘的气大，老爷我不怕，事有缓急，万事有一大有一大的，都说一块儿怎么了？
言多语邪，谈多语邪，诉多语断，交多语言，不能过太大方，老大多出乱窜，人老多混大家多，事儿都在一块儿，不靠谱，性格淡淡。我这个办事得有顺序，表达一下我两位大人。能似乎和这个韩江关大人啊，把思想打起来大人啊，还是回中原师大人，那还是往前大大说。要是拿着韩江关的，就得让冰山跟一帮兵花人。那是给他们俩先办要紧啊，还是给你和军师员办要紧？那是人家有你给他们俩办要紧。他们俩真正进房了，你要见到这种这一事，我再把这事跟大伙说，我许给你事我也真是只不过呢，要做你的心急就是，你知道我怎么的，我没有准时，谁让我死。
把林家人给逼进宁波府，后来到宁波府，后来进大观园，就没出过那院。他正写着院里的事，偶尔往外写，也不是很远，也都在这方面左右。哎，也就是啊，养老院里那十个人行吧，像庙里面庙里头喝水啊，也就是这意思。所以这种书呢，对你来说没场景，他拿这个书，说好歹不是这个，你都好歹不是想官多难，一官一官想啊，只能玩游戏，一官一官，一个一个的打后。哎，报复报复，这个是什么呢？啊，就是一官官邸，最后有个子官邸，子官邸没得就叫做一个主将。你看唐明皇在上面就出过来了，最后国里边将官已经住在西面边，各种大招都使完了，那个最后来一个子纯的唐明镇。那么押宾馆长就是擂台，那就是。打群架，做了圣斗士这种节吧，各处高人往这追，一个擂台打，然后互相挑战，互相连。他把他给他，还有他好，再来一个他给他，他给他，找一个把他给他。反正最后胜利一方胜利，就是这个速度套路，也就是我那自动做做小二黄包包杀人。哎，是不是观众跟你说啊，哎，过女神，那就是玄烨金童不啊，还有这个您都忘了，这个武术难出，瞎子场里头耍，又是十二家老妈，天天互相不信啊，算计。所以有时候家里看人是冤枉，看不惯啊。什么大丈夫，龙心计，这部电视剧都没写过金瓶梅。你看着他们一点，看着他们一点，那天偶尔看见了，一个女的，另外一个女的，记不能看，就那样好些，这就行了。那这都太小儿科了。在金瓶梅里没有推他的一些肉体，乃说公子从心灵上彻底麻烦，那是要用的。这都什么招这儿都能跟您说。这儿里说您都会，尤其在座有好多青年的女同志们，您正好得住回去，跟您一块来的男同志很危险。所以呢，这些年轻人。所以对低头现在有的在都去投入这个金瓶梅，我也最近重新温故而知新，又在看，把原先看的我脑子里那些东西尽量都扔掉，重新灌输现在的视角能去看。这个假以时日，过些日子可能要回归这个，但是呢，在书本说呢，还没有计划。因为这个书没看，您明白这意思吧？明书，也得确定，争锋啊，兵山争计啊，面试一下练习。而且我想练习，说不行，人家有这本书也没关系，我说的书上不一样。大的大的有关注的时候，这书没办法，你要跟这书说不一样，你在这看什么？你要说金瓶梅啊。就我们俩都是爱读本也没法说，这本呢偏重于性描写这部分，实际没有什么好说的，这您都知道。哎，这个方便统一其中说的也给您尊点正义，大家在这儿这么着下说完饭没事上一场正好聊聊会儿，聊点故事，
怎么不说拉倒了？我也不敢说，我们手里只有三国，就说他我肚子的内心啊，我也得慢慢说，我得听听你啊，我得有心跳啊，后头说也好，我这样跟你说，你们干不着，我也得干不着。哈哈哈哈哈哈！我得说这应该是，谁让我死的呢？都有自己法，还是有时间，而且也得有能力。那么主要的是他跟周密所思想工作把这问题帮解决了，这有什么好现在明白了？什么大事？为什么大家伙都老婆婆老婆在一起把门再开了，大伙老婆一伙缺一干过去一抱金丹，薛金莲、窦天童这几个人过去一抱樊梨花，要是这样，樊梨花身上的衣裳有好几处都是啊，薛金丹拿宝剑给拉破，不能说一不必提，但是半拉人懂的，顺着一点丝丝藏起，身上带着伤。血染他的罗指纹，这衣裳都做这份狼狈，太难了。气的脸儿青一阵白一阵，你在我区中间大口大口喘出去，烟都没擦，上马跟去，不准备，给人瞧哥，怎么的？我这嫂子。好，不要胡言乱语，哪一个让你把他叫好了？你那一条你媳妇儿我不要好了，我叫什么？我叫二爷，像话知道吗？这嘴巴呀，不是说你怎么了？你说我怎么了？哎，我说我今天呢，你吃饱撑的。这上六的奶猪啊！啊呸！老比我啊！哎，你说我什么？金山，你骂我，骂了你，甭小心！我告诉你，打你倒霉拉上那天，你就没办过一件德行事儿。你打量你小爷，我不知道你怎么回事呢。似乎这样的女子，你也敢把她说给我？你安的什么心？打今天起啊，什么老爷爷、老千岁，全都没有了。只要您的，你就是老李喽。我爱我跟你拼了！程咬金过来，薅着金山就打，大伙一瞧就打乱了，屈金山又松了，景山根抱着金山。大家伙儿是拦着程咬金，樊梨花也不能躲了，步步紧急要上吊。众位女眷，这拦着樊梨花，有人报与薛仁贵，薛仁贵投了，三位大伙儿，这是老公公，也是媳妇儿啊。端着酒杯，正出这条路，旁边端着拿着，而且程哥一边儿一听，我不管这亲戚怎么没捞，亲戚捞不了。你听把我们拿起来，谁拿起来？先是金兰官人新娘子拿起来啊，后是程老先生跟新兰官人。程老先生乱了，往上说头，您别到后边，您到后边也拿着，我把三公带头来了，好。他们在那里找，不能跑不走。把吉普托比换帅服，中军官、西南官，刀口不防的这两家，手法帅印，用手一指，一声令山，噔，啊，薛金山，薛金山扑通往回棍，因何道路啊？与你气争刀啊！下面
卖了你这么多，今天你听我心里两个行啊，您们保证我心谁也挣不了心，咱们一挖别肉了，他根本就不是我媳妇儿，我能要这样的女的吗？说死不要，你因为什么不要？您问不着。要你是女孩，哪个人没来？上！这个山你到，我要媳妇儿，你看。我不要你媳妇儿，真赔啥？里外的全在你那儿，哪都乱，在你手里乱。你有什么？杀他！过来，他跟头五圈呗，给你们绑了。我俩真过来。孩子，人们得孩子打的，闭嘴。真贵，你怎么养活出这么厉害的？直接抓了一帮子混蛋，四个圈儿大老头了。啊！这茶桌里出血多，混蛋茶桌里出血，哪有混蛋？这两口子嘛。好，咱们把钱给我去了，您觉得我们一家子？都是没人谈到一块儿。打个媳妇我问两句，张嘴巴的暴毙，我倒霉倒出乱子来，我倒了哪一样都没。我不老恨了我，我多么明显的孩子倒霉了。小人这是怎么回事？大家伙里外都疑问，天都亮，才把这个事弄清楚，俺家。韩江关姓韩的，有一半老头和俩哥都死了，大家伙耳朵呢还都是传句话呢，有的人说是五张，有的人说是八百，可传的七人怪耳朵，你说话可不变样，那就是传句话呀。再加上金山一道金堂两口子打的，这人会听明白，这么回事。找人通关，去问岳云山，要死要活，要死就命吧，要活必须要娶樊梨花。人家樊梨花为了咱大唐朝人姓薛的做出这么大的贡献，这么大的牺牲。你这别人就是真不急，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都拜了天地公堂，你不要耽误人家一辈子。咱们薛家人虽说风流，薛家人虽然说死爱他，但是感谢军官问的薛丁山，点薛丁山，一般白眼一个馍，得。我选择牺牲我自己。不怕，你告诉我吧，要想举报的话，让他举报去。兄弟们，怎么少帅我就到您的所言，说到所言。大概，我看我的心。他们要举报，也好。
的姑娘，自车赶集，自立寒江王。西凉我也没脸再保了，大唐朝我也没法再保了。你去里边的前脚一走，这儿我就进坟了。告诉您，敢问西凉自顾回你的大唐长安城，不要打从寒江而过，要想打从寒江而过，二次讨敌大阵。你们大唐朝有能为的人，战过蓝梨花，过一座寒江高关，措手而夺，战不过蓝梨花，自此别到寒江。这话您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再会。有两回的这场，这关给你们了。您说，您不知道咱们家说的吗？您得走吧，您走了还是我，还是再来再来二场。自薛仁贵以下，大伙都多寒碜，以为咱这台得今天讲什么呢？没有，轰了，那就应该往上跑，没敢待在这台里。薛仁贵暴躁如雷，将薛丁山的人头斩下，四肢后面与樊梨花脚，我们与两个人都在这，我不要了。来，免告我出征，请大军离开樊江。何老师，别忙。接不了话。好吧，事到如今，您还要说什么？因为这个真是傻呀，真傻了。我求不求你的人啊，我也没法儿求他，他没有文化，要我不杀这儿子，只能这么干。你说你要把这儿子杀了，这儿子就是咱们到那边去，咱们往外走，打这儿不在北长江，真在河边打过去。要想要给咱们呢，打回去那儿媳妇就得有儿子，没儿子哪来儿媳妇呢？此生一面活力难逃，你需要如此做官，做官如此，非得这样。这才能把这个樊梨花的心眼转回来，还有一点机会。那李老先给您呢，还要混吧？你还得卖我一道面子。哎，好，跟您说，二虎不要玩一下，樊小金直接做大伙又会的主持人。二虎不行，程小金。对对对。场面子，你卖给程咬金呢？真把儿子杀了，这就不乐意。那这儿媳妇儿恨死自己了，唐江官真回不来了，就得跟程咬金干。把薛丁山救回，多谢副帅，不然人们非常的快乐。实在是老天对众将有恩，此地一年国力难逃，众多八十军各有压力难逃，大兵猛把儿子搬来。打完了薛丁山，给八十军棍打着拿起来，往这个寒江关打倒里边一扔，告诉老头每天给他四两干粮，一碗凉水，一口菜，一口肉，不许给多的人认下去。你把这话说的好的司令，大队急了，走，真的。好，三军帽，大队人马，咱们说，咱将帽换旗号，樊梨花不如那人一样。有人报雨，樊梨花，大唐的大哥哥，我干哪去了？都走吧，都走，你以为留留一个？樊梨花人马谁留呀？薛丁山，
去人班里边干嘛？工作去。腿麻子，八十斤就真打了，两条腿都打废了，扔到南牢里，告诉看牢了，每天给四两半粮，一碗凉水，一口带一口肉鱼。说的人家这些人心多的乱，刑满释放。那打的没有药吗？没给上药。四两干粮没有肉，吃就完了。谁知道？那我把食堂饿坏了。真是他的黑路。怎么不带走啊？不知道。那咱们管不管？不管。不光花瓶给我一大嘴巴，给我好几遍，我能管他吗？让他死在牢中也就是了，好吗？一人三一人在大牢啊，天花我们来开，进来四五个人，把这中间分下一条，打的血肉模糊，这骨头都打折了，一身上吊，这是药啊，打架，上大牢。怎么治疗啊？这是外伤，得治得多。四两啊，烙饼，这烙饼啊，比烧饼味儿都没大，硬比大，要不然干啥呀？反正比大的能当哪儿？铁饼子，扔出去他妈都反身。他也没法过去，没法打，就他自制炮火，大人都在盯着你，大人头这个小半拉，抱着了两腿里头，得多半拉多少？您琢磨琢磨，哎，八十斤的吃都在这吃不下去，咱这饼又泡多半天泡过了，不能当大人好吃。饿了那没办法，也得吃一点。头天我们把这个炖了，第二天外面打灯照镜，一饼嘛，一碗凉水，往这一搁。头天这半打还没弄，还没吃，这整饼子也不掰，掰头天剩的半碗，剩下的吧，这药还挺管用。七八天过去，伤见好，外伤的皮肉都已开始长肌肉了，内伤的骨头结痂了，这饭就是难吃。连着七八天受重伤的，就这一碗凉水一个硬饼啊，他天天一大脚左脚垫下的骨肉不酸，每天日直走凉的，哎呦！饿得难受，原先这饼还胖，现在这饼不胖，愣塞，塞完之后这个凉水下去能让里边干，这样不多一会儿。老好，二位，够狠的，要不你老我吃，你们给我治伤，虐待。管我这饭，谁出的主意？大骗子！人家四两斤量，四两到现在我是二两啊，过去少点儿，十六两一斤，那四两我是二两啊，那可好，这个我不敢操，每天这些骗子他都过早了，哎，操一点儿也不少，跟您说。这是相声，给您闹这干饼了。这要发面，给您弄个宣传，弄不定时候了。您对付吧，我们反正不敢做主。给您加点粮食，掉粮食。大，再大兵大，要本来。他下命令，你听我之，我就完了。让你给我加粮食。你们每天给我治治伤，我这伤好了，我饿着我也不是，我要死不了。我每
每天受尽煎熬，你不给他有什么办法啊？你转眼五十就到两百，我又没有糖尿病，那我知道我受不了了。哎呦，受不了，那行，那你写信，派人知道你听我讲。送钱见我们得跟你看看每天都给您家里啊两口给一碗饭看看怎么样你把你写吧那能管用吗只在监狱里头他二十多天这还勉强能出得事这还炸着冰山呢你知道年轻恢复也快眼看着嘴张的边儿好心也不烦了天天在这监狱里待着您琢磨能不能起我每天就盼着放饭一放饭这老头还说几句话一袋子来给换药一纸张能够跟他说两句话要他问我带着来换了家法换了药这回家法不打了您知道您一直运动您别使劲这水就这么养着就行了哎家里好了再一瞧俩小伙子玉镯搭着一张桌一小六心儿我一说干嘛呀好一瞧我们坐起来了刚才我看看没有玩儿不管哎大人打开头打开石头的这个头石板里面一条根头红鱼看我们一波头头色绿二头一小沙锅粉丝白菜牛肉丸三头一条雪花大盘子掉一大盘子原来也不行往桌上一说别人在一条残忍的道我娘谁他们喝点酒单太毒了这干什么干什么做的吗做的找了一只这就起来了干什么？您知道吗？啊，给鱼、给砂锅、大馒头、给酒，都给我的。啊，是，是，我爸是两个人，我跟你山怎么样？你山小班养的，我。遗孤日后希望别人谁是我薛丁山这乱七八糟的不对我爸不知道杀父弑兄的人怎么样哎好孤孤对折薛丁山还是我爸你看这报告信打开了回来我是改章这小伙在这儿一声拉一大门手里还没下班回去张嘴他要跑哎这都是我爸爸你说的不是这样的韩江王韩江王韩江王是哪一个呀韩江女王凡是一花啊就把这一家口再给女奴变为了还是瞒着我呀哎人干什么拿手里正义手术扣他说我大房子几乎一打他说你说那房子也在哎他说说你呢女奴家人哎哎哎哥你还不吃吃吃饭干什么呀怎么这么大脾气呀把这话送给我怕你有毒不吃
喝不中气度啊，你这会儿叫唤老长的老虎的，你说不话他归谁管，他归鼻子管，你看赵匡胤最后连祖峰怎么急，最后也说这儿的树哪里不得喝，这根儿也是喝的少年我给根儿啊，跟这么一根儿，上边填根口，您出手给你把明油，把这个蒜、葱啊，搁那个啊勺，不是手勺，小灶子，这明油大火一煮，带着葱汁蒜片味儿，可没有不见的不见的味儿，这味儿多怪！这小大锅。里边白菜、豆腐、牛肉丸子，您出手大把，腌菜不是面，腌菜也没醋，这鼻子绕不到他们老虎的背，为什么做老虎的背？那是老虎的开始啊！我给你做粥，得做八个馅儿，东方全都没有了，眼睛瞧瞧告诉你了。哥儿几个不干喽，咱们下面给你辞了，啊，还有人把这饭，哥儿几个一打架，冰山受害，这都没出息，都傻了，不是，人傻不傻，不是，这都没出息。这厨师我好，那今天这俩菜我的吃，不吃我还得扫地，你咱挺麻烦。这儿别满盘带菜正规的，忙你也忙，今天的瞧我也忙。您看，在地上看。你这个人不干不喝，不长点喝，这位可难不受呀！老头，我也要开气，要气势我们跳出来就好了。今天接来就是面子去做的打扮，怎么走我把馒头捡过来，盖着方法是捞的，这是这点儿。馒头可别硬，咱们您琢磨琢磨，硬可大起来，眼面变大点儿，一共四两干粮，搁上一点水，倒出这碾子来，这么厚，三钱的碾子有两三半都碾干了，多大点儿？每天拿手踢球踢球，这六圈就能打白馒头多好，不来气。一炉烤鸡，也难。行，我们后面再说。这一天又来了，什么意思？拿几个馒头？拿肉？你捡了几个？五个，还少一个。脏了，这啥我一吃完也不要了。包皮吃哪儿啊？包皮老吃哪儿就没劲了，我还爱吃馒头皮儿。人家怎么办？这个卖狗，哎，太难了。我们是个卖狗，有这么难比？谁让我把头给收了？不怨人家，冤家。将我的饼儿那清净之水取来为用，是感到你的好，你是用中国的买的，哎，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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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比往常还格外的做人要小心。但是不够把这些三张纸将我不予计较啊，下一下吃点什么大的吃喝点凉水，但喝完一瓶喝一口一小半儿多，好吧。爹，真是太又忍一天，把这告诉我，看我第二天我来。二老板一带带了真正一群官僚，好像带了出去小油边，老头子一拍，哎，给这个石头打开了，往外拿菜，把菜都摆好，分头不要，掉链儿给吃。你再走，薛平山拿手一抓这个小桌子，伸手抓菜，抓馒头，往嘴里就塞。哎，人脉，您不要管他，您知道这饭谁送的？你跟我说，我问你。哎，这送的谁不能啊？哈哈，还句话呀，还句话，你管我几个？我就把你那个，你这不成小儿就输这个架吗？你拿我薛丁山要当何如人也？在狱中，我薛丁山做到最顽强的人，坚持一直啊，经受住考验。什么叫恶？什么叫不行？哪叫肌肉？全然不惧，就是不认你。樊梨花，樊梨花一时也是一筹莫展。各位，这可了得，这才是如来老道百阵，要困薛仁贵是三级的。樊梨花，很了得。
当然确认贵人不乐意，但是发生过有儿子还有儿媳妇，你明白这道理？不要想收繁星花，想收繁香官，必须有金簪。这才出了一个主意，把金簪下在了寒江关的大楼，大队人马起兵，继续登基。这儿子不要，都是您走着说，每天四两三两去买粮食。那么头几天，金簪还勉强，后来说。血气方刚，练武之人，那家伙不肉不饱，五体不欢，每天得吃好喝好啊。这四两干粮一碗凉水，那直受不如饿死。我老跟您说，吃饭不饱，说话不明，不入活埋。这两个一对，吃饭不饱，反正不如不吃；说话不明，不如不说。这家伙是老语言的，尤其我怕有人跟我说话说不明白，有口音不怕，好多外国人跟我交谈，包括外国人根本语言不通。我能跟他交流，因为他知道怎么表达，我知道怎么表达。我到国外拿着茶缸，我跟那服务员 ，Hello， 那跟外国人说 Hello 就行了。咱别跟站着，站着是说猪。哎，我说 Hello 啊，哎，我说就是 Hello，Hello 就没我说。站这儿说的是说二战风云，说这个丘吉尔跟这个罗斯福俩打斗。哎，我说老丘啊，也不是叫老丘，是转身跟你说，我一直拿着茶缸，现在新西兰，他冷，这一对着他拿过来一茶缸，我这茶水啊，我从北京带的。一百五一斤的二块，到凉水那儿。哈哈哈哈哈！到那儿装很文明，是吧？那真的是，这我也不好意思跟您说，这个确实，若谁能说，我哪会？我找一个那个卫生间，我把这凉的，能到我说着又回来了。Hello， 张浩，刚才我都找着了，等会儿我说动漫。哎呀，那到时候，到时候。这就是说话不明，他说话不好，这不如我买馒头，这应该说不好。但是他上回说过了，我带丰盛的体态，还有我这厉害，我就接你两个说你的话。你打的，还了一句话给你，把桌子收了。第二天再来。金正山饿，拿起就吃，跑回去就塞，怎么你不会问的呀？
不打着打着这谁弄的呢？别说，说跟你玩命。从今天开始，我吃完碗就做，什么碗都要高兴。我有这种不做，不做我就死了。四十多天，炸毛来人。炸他妈来人，把书信可就下至在长江关，干嘛？调这薛丁山，够问两军将台。那时候怎么回事？这大军往下走，就在一个头洞这儿。有个诛仙道人摆下一座阵，叫做诛仙阵。那么就走动这地方呢，这地方难攻。这个阵从这门这儿往里瞧，金灿灿不沉沉，渺茫茫的看不很清。所以自仙位以下，大商人的阵容啊，需要派一个人战阵。这个薛仁贵不信任别人，这才亲自去看阵。那时候为什么不派别人？因为别人不懂阵法。想当初薛仁贵在海边沿海东州城是大摆六分阵，他懂阵法。你要换一个有能为的人，胆大心细，进行上阵，能够全身而退，这还有人缘。但他又得懂阵法，又得得刀，没有别人。众将将纷纷请缨。人贵人带路，这来亲自在夜晚之间要看诛仙阵，哪知道诛仙道人这个阵法奥妙无穷，早就把薛仁贵给陷在阵内，你就放出话来，扬言说我们大唐朝没有破阵之人。现在薛仁贵已经被我军师活拿了，那么回去让武唐王写降书立圣表，两国两和，换回你原人。如若不然呢，那就要处以军刑，要杀人。薛仁贵走了，原人就没有了，丢了。现在你说这个军中的不有五十军人，但谁的官阶最大呢？谁官儿最大呢？谁岁数最大呢？谁能力最大呢？就是说了什么人能力不足，就是人家比喻吗？别人说还得派人上阵，谁有阵法谁晋级上。一说破阵阵，得找原本薛仁贵的血槽下落，得征得一嘴消息。大伙儿说我们都愿意去，可我实在也不太懂这个，想薛帅入城，不能不爬洞。好在寒江关还押进去金山，这样您老人家呀，给樊梨花写一封亲笔书信，让樊梨花把薛丁山抓住。要去金山后问两件前提，进去连看阵在救夫，金山不一般。一个人一听，好吧，
思绪可以，但是心理呢办不到。咱有些心理孩子奶奶带着，我说的是必须的，就这样借着程咬金的口气给八零八写了一封信，加急战报打在长津川，连这儿已经改了旗号，更名换字，自立寒江女王，走大漠环境。当初我们大唐人马时候就说，我爸和我哥哥死，我从房挨打，遭受了你们大唐朝女性亲的侮辱，一概全都不算，赖谁赖我？赖我自己。我是福薄命贱，没有这道理。可是有一点，大唐人马往西去，往东回，我全部拦着。但是西凉的人马要大唐的人马再到寒江关，一概是用武力对待。打场的白梅花，你们得这座寒江关，那武王得对你进行打场，我得让他跑一条。我身上留着姓樊的信，我是不是带着杀父之兵到盖高官的下贱之人？你们说我理解吗？咱们得讲道理。现在下书人一看，那是教官吧，把书信递上去，一提笔一递到了樊梨花面前。樊梨花一看，大唐朝来的，内容很简单，就是现在天生就是被困诛仙阵，诛仙道人改变过诛仙阵很厉害，那么能不能够把金山放出来，让他去探针进入，念在以往之情，不要为难。这封书信虽然说源自恳切，是求樊梨花，焉知道樊梨花是求之不得。怎么讲？樊梨花不愿意去东山在这儿，就不像话。自己心爱的人，不忍让他受折磨，给他送饭、送水、送吃的、送酒，但是呢，他恨自己。不然他自己不进这个宫，而且也不像话。日子偏长，自己这么说不清楚。尤其这三次时间过去，两个嫂子几次提出来，薛丁山是仇人，要杀。他也明白，薛仁贵把薛丁山压制不在我的右边，不知谁有出这主意干什么。现在来一封信，这就等于是薛丁山赦令一样。薛丁山赶紧走，一场欢喜冤家，我以心相爱，以身相许，到最后就闹得是羞辱而去，张手就打，张嘴就骂，这实在太难了。所以樊梨花拿这封书信对下书人说：“你就跟程咬金对书，我不能说人之天伦，眼睁薛元帅现在被困诛仙阵，就任当金山去探针救父，这个事情不用下书，带个话就行。原书我也不敢收，原书送还，那我现在就放了。但是。”这人离开我樊江关之后，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来说再道，将自己爹爹家打死死烈，到南牢去提薛丁山，把薛丁山放过来。下书人不敢直说，就说现在大帅冠军两军将打。薛丁山心急如焚，
在家改成卖，这也好打击。自己跟他下夫人，赶紧凑合钱去。来到了临潼五班，大堂老连营，自己提前照面不帅的就看见，发现自己呀跟程咬金，见着程咬金是避而不退，舒服，生气，为什么？打完一话说，这老头为啥？我爸叫我来了，这老头没出过好主意。没起过好作用，没释放过正能量。我一看运气，那真有气，那真小，还有好气。要没有你四爷爷的话，二把你早就死了。我设下一计，你还活到今天，瞧瞧你。三次时间不变，就全就怕。这桌子就没有办法。在监牢里边，每天玩电话掉价手术，爱吃奶手做奶手。后来不出国门了，为什么？去四个菜，俩就只吃一点不剩，这俩菜出屋子。不是我就知道这俩菜爱吃，这俩菜看了，把这俩菜进行改良，改进以后再扔进去一看，吃了，那说明改了够味儿，还不吃，那就他不吃这东西。当然了，军官在监狱里倒不是说每天点我要吃什么，来什么爱吃多吃，他也想吃，白吃咱就这些人面黑。那厨师们呢？最后通过十几天的饮食变化，发现有几个菜，这军应该是格外的爱吃，臭豆腐过油一炸，但是大哥不就点葱丝，他好吃这个，我点炸馒头片，两面煎鸭子再吃这个，喝点蒸米道东，做军应该吃的东西。要面儿，监狱里头不锻炼，见着阳光，本来有白，现在一火，每天的药都糊了饭，怕他喝药汤子苦，都熬出一个汤子。人家跟厨子说：“你得卸药，这子老把药劲儿全卸了，哪补啊？”这样的能吃一些不经常补救的药物。每天这么养，能不养就来就怕。军山比前些日子还富，那你瞧，要没有自己的我，你想不到我。军山已经受不了，您来几天了？您把这福建也想起来就，这是怎么回事？干部说话不腰疼，两个胡话哎，你四爷爷造多大，您是不是都想过？这不我比你想的多得多，甭跟我说这，现在是这么一回事哦。应该已经结了，这还是分。然而我不，原是军人会背愤之心的大黑说，我愿去判断这不好，你来可以点兵好不好？因为里边原本有这个权利，可以跟这朱仙老道打一架。剪断一波，两方激烈战，诛仙老道，这个诛仙道员是个副将，手中一把宝杖，捏着向后边往前走，展开他的翅膀，他就又大手一瞧，这事儿太大了，别看是出家人，撇唇咧嘴，往外走。两军将场是指导响，那么今天挂马机来到两军将场，说道：“赵林，你助纣为虐，摆下一副无心大阵，欲与大唐对立。现在我不判断身高不作废，你困在阵中，你把我放出来，投降大唐，保持主权。如
个司机书记呢，要练怎么家二个元帅，我叫做金山。今天到位就好，打压新生命，上阵死兵，原谅你来。大家穿起来弄来就是一样，这儿楼子相迎，两个人在疆场上这一打，金山一瞧，这么大的出现道人武艺平常，也不在一下，自己呢并没有太着急呢，一起快速一起点看着就要胜利。这个老道希望一下过头就跑，门旗开始自己闪亮一阵，炸飘在左手运筒里，我中央国军山神机长进身，像大金山，你要名字，你爸爸按你去都不行，你名字去哪儿行？自己大叫一声，落到哪里走？虽把你大地啊，冯老天，不是全军大会，咋也这么乱了？金山也没出来，天黑。没办法，无心收兵，把大家都凑在一起了。爷俩感觉一家人小，那一个小李，接着关心回家了，金山又进又回家了，这回可怎么办？大伙儿我看你，小李，您呐？再写一封信，他们在写什么？在樊梨花写的信吗？向樊梨花奏问军头统朱仙长，看真救出，这是看真救出，这是看真救出，答应金山老爷。我可以，我去趟回来，可是有意见，这事不能我请，这是薛丁山，薛丁山必须写一保证书，我把事情送到樊梨花本来杀了朱仙了，做了朱仙大仙，救他父子一条。那时间他得认识樊梨花才行，人樊梨花疯了，人樊梨花怎么了？给人一顿嘴巴，拿宝剑把人身上好几处都给拉伤了。要说咱们九国三军的话就罢，连我都不管。现在让人救的人，凭什么救人？老爷您讲，他笨不笨？那是恨你的，不是怎么了？这回金山回来，您瞧见没有？这才有大，就抢夺。他要恨他干嘛？不给他哥的老虎虐待，给四两三的药粮水又不忍命出主意，给他爸薛仁贵出主意，薛大帅你总是交代的。那他按做的是，您瞧瞧金山来这模样，满面无光，精神很好啊，那就在人寒江关前小日子过得不错。这么来，嗨，要见薛丁山这事，您不能来。您说的对，咱们大家伙想一办法。让金山答应能够出来认樊梨花，这事儿就能办。好，咱们就对，让金山去。金山呢？金山，别好了，该到我了。先蹦，对，蹦上来。这回我们就再去，不如我这边到里边拿一张空白情书，答应
这个认樊梨花就行，我愿认。然后限字这儿，限字刘仲恺，限徐金山，让徐金山咬到手指头，限成是薛金山，两个带着我拿着这张血书，揍得韩庄官和我这张老脸，搬起樊梨花。你谁听？大伙儿说好啊，去，这要去也行，得找一个能耐大。胆大心细不招之人，最好的轻功得好，最好的目标得强，个儿最才好。放心，不拿半点，不愿意。哇！你放心，好斗鱼，斗鱼呢？给来一个电话，干嘛？斗鱼信号，斗。娶媳妇儿就是三。受累就是我的，我怎么了？我来不对劲。张金说：“我来来来来，接亲有事儿呢。我呀，让他们接好一个，一个好文书，收他在谢晋之间的或是新生会，或是新生山，见了他们俩打电话说清楚，让新生山点头，把这字给签了。”拿回来，我好，够问韩庄官，韩金花，够用一听，大爷呀，哈哈哈哈，我去，就这么去吗？就这么白着搭着我就去了吗？那不能让你白去，来回的，差旅费，过桥费。完全组织给报销了，但你要住酒店，千万别飞酒店。你啊，你开轮椅，要不然你在收费站那儿有卖假发票的，你买一大堆，这所以都不先拿着，不付给人家了。要不信你说点干的，这么办都有。老爷，我做主了。这一回一看，朱仙正把这封信写完了，拿回来。不管薛仁贵、薛仁瞻他们信薛子居不同意，薛金莲，我做主嫁了，回来就办。怎么样？这可是您说的。这一回都有。告问朱仙的大门见上，大帅二帅父子。把这字签了信拿回来，你就把薛金莲嫁给我。对，哈哈哈，不去，不信。您都拍点头，您都去，因为您这人太大就，您这人要能就指挥死一万多，我恨着了。岂是在于您来说就跟喝汤水一样的？白说，这人说出大天了，我也是不去，我犯不着。为什么？爷俩都死里头才好，爷俩都死里头，这薛金莲就没家大了，就不用父母之命，有您这媒妁之言就行了。那会儿您再把他给我，咱没有死里头好，我愿意上死里头。要把父母残忍，啊，不遵守一点心意，就更没有，没有，甭跟我聊聊，不去，不去，不去，任凭人怎么喊，说是王哥，放我点了心了，我也是不去，好，但是，果然的，果然的，都有，你要不去，我把你军法同志打了，你真的说了。什么时候想杀死这杀不完呢？啊！最后我还没等呢，我不王家当朝就完了。窦玉虎后边往这一拽吧，身后的来一个人，用手一扎他肩膀，大哥。
眼看着我父兄被困阵中，才到大哥们走上一趟，把我书信带回，好烦冯老先生够问韩江端见见我那老脸，到时候咱一发出去韩江端打破朱先生，才能救我父兄而还，全是养大大哥之力。大哥，那您愿意？
一声带风略有动静，这人就知道自己身后有人暗算，往前一哈腰，小人使劲人往外一钻，这把刚不往后头一夹，我就撒手了，一翻火球啊，算着自己身后就是甩，自己脑袋往下栽，一葫芦娃翻出去，就是把宝剑亮出来，翻回身来把宝剑横在腰间，什么人？二十三个人下剑山，这人还挺精神。刀有火，火力刀不过去，杨一手刀往这一站，瞪眼一瞧，磕头就有功夫，偷袭不成。刀有火也不说呀，大唐朝的将军和刀有火，夜探大门口来找人，刀有火也蹦起来，上剑人就出，这人有一根在手，打的方法。刚才这丫头都不怕，这现在有丫头更不怕了。把宝剑往外边一扔，一弹剑跑，就迷惑窦玉虎二目，立起剑来往下一劈，迅速一剑跟窦玉虎打起来。窦玉虎一看好坏，张着抓着舌头还抓他手，这人功夫不错，我就是想赢的，把他要绑去。最少也得跟他打个几十回合，我跟他打的不耽误命啊，他不敢啊，他一点输的人我都跑不了了。我呀，偷鸡不成都把你这手换了，窦玉虎急了，窦玉虎心里话说：真要闹我躺平你，我不走也还真不好。怎么跑啊？杀手扔一手，自己德州公子上山，把你进屋你就到。窦玉虎想这样，我就心生愧疚，那手里就更火了。这人打着打着，一瞧，本来我打不过，真厉害，不过让我背住了。一看他二步晃动，血战。这个人身陷敌营当中，他不自信，再打不过他，我就把你赢了。应当怎么样？应当跟你动手之际，我高声显叫。抬起来，喝一个重将，惊动仙长，使用法术把你擒住。严家顺问才是奈何地也。我本是中原之人，我不愿意再去到这儿。现在大唐朝来了，两路元帅被困阵中，我正愁没法儿往外去消息。不知这人是不是唐朝派的，我得问。宝剑虚晃一剑，往外头一跳，剑交在桌头一次的剑旁，在手里面的月底。别打了，窦玉虎，你给我唱。谢谢你讲话。好了。窦玉虎，最后一次。被人看了，把你破灯了，破灯这一端纸都着了，这灯在这来了，没用，就把这灯往哪捡回来，往地上一扔，藏好，把自己宝剑也都装进地，别往石头后面扔。你比神比你强，这是话。唐明派，唐明派还不太有能耐，没事儿，那我哪说？有道，唐明，我听说前些日子大唐朝攻我们西凉，有个棍扫三关的道将军。我也他们家人，说完都怪人，一个呢，就废，
进入性别，我们是救人的。哎，这个家务事，我们薛家当家务，我去家务事。哎，这个干一干，干不给力。咱们现在是老活的上瘾了，咱们做工程，你这还得着你吗？做工程，你要不碰碰啊，你能给您做事，还是给你招人呢？没有，要不第二次就出现现在，我就算不错。那么我怎么会背后高举这个朱仙道长法术高明？我也不懂。他那小正直指着哪儿还是能高举，指着哪儿还是能发指。那你千军万马你也抵挡不住，就是你的两位元帅，不也是失手被擒的吗？你什么你的意思呢？你放过我，我可以在赵襄之前借助朱仙的建立两家元帅。要说先背一个我背一个背出去，我可办不到，咱们寸步难移。但是说到这个哎，这个消息说两句话递个纸条，叫咱们满城办不到。好了，就这步子，我认不有别人，我就见他一面就行。将军不贵气，我的家名叫江海，你是西凉的人，为什么向着我呢？原来就是我也不需要，我是中原人，我打算心怀故国，我不想再去远了。那我跟你今天有什么？哎，今天晚上驾照都是我的老黄标，你是什么？你跟在我身后，不可出声。好，你也不出声，走吧。把我的话给灯笼留下了，这个功夫有点儿沉重，留下来俩灯笼，俩灯笼，你看那有俩人没打灯笼，口令，所以说那会儿也说口令，恐怕也没意思。你看，当年你都看过，黄孟德最激烈那段就是穿口令，所以这是古往今来音乐里的这么一个。啊，军事办法呢？一会儿一换就考验啊。那么这一次啊，江总啊，等会儿您带谁？我这边只有俩灯，啊，也行。刚才走半道摔着灯，把灯摔歪，刮歪着了，着了就没回去换。后边也不是我班，我再转一圈就差不多。好吧，您听点心吧。回头那现场看着您不打灯笼就混还怪你，我知道你们二位是工吧。好嘞，对，走了走了走了，啪啪的一个哦，这样子灯笼一摇，这江产江哥的军人灯跟谁呢？咱巧了，今儿这班是跟他是朋友，咱都办不过他，这都是又矮又小，又没跟我胡聊点别上京，连着我几道小子混进来，赶上江场也是带着越走越深，来到了辛苦之地，到了镇子，懂吗？实际这地方，你老到过这场来了，已经很近了。江场啊，算老爷们儿手心都出汗。你来，拉上有一定有几十走，他这一转，头这儿有个小山子，洞子外边有马匹，马匹里外边地上插一个小旗子，这朱仙老道的这意思，你一过这旗子，他们就知这马是马上有八子。这山洞里边可就是人会分冰山父子，每天有人家西凉人给送饭，到时候饿不死，爷儿两个就往洞里边一坐，互相埋怨呗。比如说，刚才是窦玉虎来了，向前大过，抓紧时间，我功夫大了就好，完了我明
您忙您的，将来把宝剑震出来，给他们撞个上，斗一鼓，把匕首也震出来，压在自己的腿下。来了这小侄儿，斗一鼓也把麦给急了。送我一把刀，薛仁贵好，儿啊，是不是斗地主啊？不懂，什么斗？真是像，你给我睡着了，好，金山出来，到外面一瞧，我们斗地主啊，这俩小子，哦，好变了。俩一情侣，媳妇儿，谁不敢卖呀？什么大哥？啊，老婆，这会儿，您跑这干嘛来？您也看这来了？这老道我没把您看的这节儿搞这事儿里头，您能谈什么自由？我的脑袋，张二不敢说，看见没有？说实话，把这信拿过来。这信是大伙的，哎，往着金山这个口气写的，就是很久把这话的意思，我认你了，说把这个字写上去，把这看看，金山之有一爹，都是他拿过来的，爹也看好了，你老给撕了，多生气不许撕，你要撕，连你带你爸，咱完了，咱大长袍就完了。你看完了不撕，我再告诉你怎么回事。我撕了干嘛？你拿我拿去，你拿去，这应该撕了呗。不是，不要你，不要你，看完了，看完了就。夜里也做功夫啊，功夫是在你看，什么意思？签字。看啥呢？看。我爹怎么签这样的字啊？看，你们让我认，我就认他，怎么想的呀？不签。好，我可不为什么，我是在里边的，我必然我不会有加入，你甭管。我们家死在这儿，不用着急吗？不怎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对，反正把这东西怎么带着怎么带着，五千，啊，五千五千，哼，小孩儿我这儿，五百六十，五千，啊啊啊，怎么的？大五哥，春节，你看这。虽然我打我女朋友的好这么大的事儿，人家谁出？什么？谁出了？谁惨？下周别人想出的主意，是要努力，也没有什么好办。我把这钱交了，我让他借，我不抓你。我这一个朋友，中国大哥，好好真的在我的手里，明白？好，一出天阵。真把我困住了！哎，玉山，今日你得钱，爹，您俩宝剑叫我，我被困在咱家俩的说了，让我认咱的话绝不能做。窦玉虎，这人脾气最急，一看薛丁山不乐意，我说薛丁山，你太难了，想我窦玉虎舍身葬死，来到了京师中杀了你。二人，你违抗军令，违抗军令，而且不看朋友情面，你是什么样的将军？似乎你这样不懂的人是人，也配说二人官？薛丁山，丁字苗不签，你哥俩死的是小我，窦玉虎几条命不算，到那时西凉把大唐那根军旅消灭了。不但地方还给人民，大唐朝转为西凉所断，造成亡国，可就在你身上。金山子的李飞其实话很无趣，哪眼瞅得到有时想词儿都想不出来。这
是央产一差。我这就换班了，我不回去那种事。现在大厂要起一线的时候，你说吧，我得做两个。真简单，你怎么会想不开呢？你觉得我多羡慕你？能杀死我？你还不知足吗？樊梨花不错，樊梨花好也罢，歹也罢。过了独仙阵，你回去之后慢慢咱们再研究，咱们再说这大事。眼睁樊梨花本来是过不了这阵，我们眼看你父子相争，你准死在这儿吗？你大哥，天哪！不为别人想，为我带着更先同志想，我不好。我不愿意认，我是这里有很多误会，来日一跟你解释，先把这签了，好让程少爷爷审他爹。爹，您都瞧了，这该你让我签。是，我愿意让你签字，签。大哥，拿笔墨。我看你有先入为主，我还给你带一个去考验。你真是为了表里忠心，为了显咱们恩好，写血书。要不是我写，那可成？那要不是你我也成啊？妈的，怪不得你！打这儿说去金山。做破公纸，把这封信拿过来，用一千股虚伪的金山递给窦玉主，窦玉主连亏带债，过班给晾干了，把这个接起来，这有小事，得，你别别说了，我没信，两位老高发现了，我问我妈，拿着这刀，这真行，明白了。他要错不了这座阵，我可还是不认。都明白，这封信交给程老先生，他都能办。是没他要的这样的份儿上。哥俩这混，都是几兄弟，这样干嘛？那行，放心，你这个直升级别都包我身上。没错，我跟你有功，到时候你接着啊，显福，知道吗？别说咱们现在就算派一个人，哎，咱们人我这不敢，没问题，全都交给我们自己商量，到我们商量。这个地下派出所发展一江海，江海一关一关一关，我们带人来，还带着俩人动手这地方，窦将军，到此处我可就不能相送。这得多麻烦，没准哪天晚上我要再进来，还得打这儿走。老哥，你可藏在这儿？我明白，到底我把这封书信拿到手，去跟三个兄弟砰砰砰砍单，先没两回来，快来到了杭州，把冰山签字的那个书信拿到手，程咬金面前。程咬金拿起来的一瞧，是他写的吗？是，我也不认得。七里金山，好嘞，有这封书信，我就能够问韩江高官去请樊梨花。废话，这老爷好已经有人为老爷立马。老头骑着快马加鞭，就问长江高官到长江关外头一瞧，说：“程咬金，你看可以啊？什么？改名易姓，这官呢改了，自立韩江女王，斗出大了凡字，高坐在城楼之上，远看城关，眼见山低水，日瞧河北一山关。”一个河府一灯泡，一个城门军旅官，不能不内，一个押住来往，不打
员，这不叫高贵府，当地人不高兴的办，也有买来也有卖，也有好的时间。这程咬金难看成败比较明，于是人间记者官，老大黑人叫老二，老二黑人叫老三，说各个军队指挥官成败来一表汗，这个老大长得头五官，长得难办，红胡子红脸又坐在他的脸上，哎，你演什么？你演谁呀？老大就是谁？大马靠人家一点，有人瞧着都行没？这俩大脑袋，这老头怎么认呢？这老头当初上咱这听清楚就是他，怎么要来？您是大唐朝成道千岁吗？不做不做，老头多多多把血书拿过来，去去去到了你们安江关的那位女王府前，就说有大唐朝不用郡王得到千岁求见。好嘞，求见我女王。不是，不见女王，女王是韩梨花的啊。对呀，就是我们韩梨花，那是我们韩江女王。不见她，那要见谁？见了太太，见了妈妈。哦，你要见老夫人。对，也走正门走后门。这就说当初保媒拉这儿没人就来了，我是大唐朝程咬金面见老太太。好吧，手下人不走前门走后门，樊梨花正在头上束巾没带走，面见老太太。老太太吃完早点正喝水呢，下人进来，夫人，老夫人，什么事儿？有人求见你。谁呀？您猜。昨天我约了个衣裳的老刘了，说给我孩子两件衣裳，我说吃完午饭才来呢，怎么这姑娘就来？老刘还挺机智。什么老刘？不对，于太太。哦，我想起来了，我有一株花儿，叫一株珠子，我要走着走着小王儿来了，把这珠子从今天给我骗了，是不是小王儿来了？小王儿来了，于太太，那我可猜不着了。于太太，那可是使劲猜我也猜不着。老黄，上回给咱们小姐保媒拉线儿，这个程咬金又来了。老太太一听程咬金，一翻白眼儿了一下，憋死我！大家伙一想想出人命，老太太，老太太，你这怎么回事？上一回不小心来草莓拿线找我，我的老头子俩儿子都死了，好不容易消停了几天，他又来了。哎呦，这个程咬金咱们注意了，我的他一来我家没好事，老身我的性命休矣了。调整改善并不正确，孟德县招考青龙，但辽宁甘肃三十九个地儿，亚洲酸奶。